到现在为止，美国没有卖任何一支疫苗给台湾。我们过去那个 COVID 给了台湾30万支，可是 COVID 在全世界是已经花了3亿支，所以在今天之前，你知道，我们只占了 WHO 呢花给全世界疫苗，你知道吗？的千分之一。当然，听说今天下午进来40万，就算30万支加40万，70万支除以2，不过才30万人可以完整的打疫苗。但不过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赞成打第二次的，应该是每个人可以达到第一次是先优先的哈。